光辉十月，光丰地区农会善尽企业社会责任，结合了马潭农业休闲农园区，即将在11月4号办理乡情国宴暖市集公益活动。每人只要认购1000元，除了是品尝在地食材美食 buffet 国宴，也附赠了农游 DIY 体验券。活动所得也将全数捐助给地方的妇幼儿少机构。即日起受理报名，由于是名额有限，主办单位也热情邀约大众共享盛举。总统级的国庆晚宴，光丰地区农会善尽企业社会责任，结合马滩农业休闲园区，比照推出乡情国宴公益飨宴活动，捐助地方慈善机构来照顾社会弱势。农会啊，除了农民的辅导与照顾以外啊，我想社会的公益与照顾啊，也是应该不遗余力啊。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农会会结合马太安休区啊，来做一些善心的公益的活动，来做一些社会公益啊，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让这个社会更有爱啊。光丰地区农会在辅导推广在地农产业的同时，对于社会弱势的照顾也不遗余力。这一次串联马潭休区办理乡情国宴暖市集公益活动，品尝在地特色料理，进行 DIY 手作体验，以及小农市集音乐会的同时，也能借此尽己力来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，何乐而不为？我们这一次乡情传爱国宴参会公益参会啊，我们最主要的内容是以 buffet 的方式来呈现，结合我们在地优质安全的蔬食来做料理啊，这个部分啊，它报名的费用是1000块，1000块包含里面有300块的农游体验券。报名方式呢，你可以上我的马太安休闲农业区的官网上去报名啊。另外呢，可以给我们农会打电话到我们农会03870520060387052006来报名哈。即将在11月4号登场的马滩乡情国宴暖市集活动，每人只要捐助1000元，除了享用国宴 buffet 美食料理，也附赠农游 DIY 体验券。活动所得也将全数捐助在地妇幼儿少机构。目前报名活动仍在进行中，由于名额有限，有兴趣的民众得把握机会，赶紧报名，一起来参加社会公益活动。记者石玉兰，光复采访报道。